点消息都没有，这戴维也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。这么冷，你说他们不会虐待孩子吧？不给他吃的喝的，也不给他点穿的。要不咱把那500万给他。这我早就跟你说了，那500万的支票早就过期了。哎，我知道过期了。哎，你想想办法把那日期改了不就行了？支票不能改，再说他们又不是傻子。那你想想办法嘛，你就是干这个的还不行啊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明天我去求杨婉瑜，让她把转到国外的钱再转回来。那你觉得她能给咱转回来吗？困难，我尽量求她。那好，这样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去。这家这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一定要去。好好好，别闹别闹，去你去好吗？守着你那破餐馆有意思吗？我哥现在要是还活着的话，肯定不愿看到你这个样子。你哥要是还活着，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而且你哥哥已经过去了，如果他活着，他会伤心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你姐，你说你病了，有谁真心管过你，照顾过你？你这辈子都快过去了，你活明白了没有啊？啊，姐姐，谢谢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。走，哎，你放他们走。做的任何事情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自己承担。孩子留下，你们俩可以走了。谢谢你们没有带警察来。我们走。嫂子，你走吧。我跟悠悠留在这儿，快走啊！
放他走，他一定会叫警察来的。我懂。贾处人呢？啊，休息了。队长，你那边饭好了。不错啊，小丫头。戴维的逮捕令，你心情的拘留证。好，明天我们有事儿干，都回去休息。你呢？今天不安生啊，我要等一个同学的消息。那我们明天怎么办呢？飞剑，你跟陈工明天替换一下刘凯，继续监视陈一平。啊，好。哎呦，为什么呀？什么叫为什么呀？绑架案那边随时都会有变化，蒋处需要你的帮助。可是陈一平这条线索一直是我跟的呀。刘凯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你来警队多少年了？这毛病怎么一直不改啊？要顾全大局。蒋处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外人，知道吗？他的安全是第一位的，懂不懂啊？赶紧回去。什么意思啊？给你点时间，不想休息是不是？好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对，先走了。你怎么不休息啊？这两天事儿这么多，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。哎，你不烦吧？这话说的。圆圆呢？哎，告诉你啊，圆圆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圆圆会唱一首歌了。世上只有爸爸好。你怎么就知道这歌啊？那叫荡起双桨，懂不懂啊？咱圆圆还是不错的。这不错，这段时间够难为你的。怎么了？等忙完了，我把圆圆接回来，让她跟我住一段日子。你不反对吧？啊，这个哎，给你泡碗方便面。嗯，还有这么好东西？你这东西不少，还有什么东西？那是给圆圆的，你别抢。谢谢你。西周的这一夜，如过去的许许多多夜晚一样，平静而又不太平静。在这个普通的夜晚，我们故事当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别面临着自己不同的选择。事情是照着本该有的因果关系发展着，但这种发展远远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和承受能力，所以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改变态度，或者继续走下去，直至疯狂。这一夜，他们不同的选择将决定着每个人不同的结果。我们这位浪子戴威，出于本能，他所有的行为将他推到了今天这一步。他伤害了爱他的人，还是出于本能，他决定要挽回这一切。这一夜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拥有的本能，在这个人的身上第一次渐渐远去。
请问蒋寒蒋处在吗？我们处长早就走了。我去过他住处，他不在。我找他有点急事儿，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那我等会儿他吧。蒋寒，我到处找你。我知道，出事了。玉青青绑架了陈一平的孩子，我跟阿南找到他们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刚才。在什么地方？红花村的一个防空洞，还有一个光头。现在阿南还在他们手上呢，沈奈和佑佑会不会出危险啊？别着急。你怎么不叫你同事啊？相信我，你我就够了。上车。应该没错。哎，蒋寒，蒋寒，哎，停车，好像是这儿，对。蒋寒，就是这儿。你确定吗？没错。注意点。叫沈南。哦，我早都知道你，你是个好姑娘。你是？我叫蒋寒。好像青青给你留张条子。在哪儿？那儿。蒋寒。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悠悠，这孩子太可怜了。青青他们会去哪儿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？放心吧，孩子不会出什么事。为什么？我保证。你保证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回去休息。
我在这儿等你，好吗？回去吧。你好好跟他说。放心吧。嗯。你先去了啊。哎。慢一点。经过这两个多星期的日夜查证，结果就快要出来了。看来拆迁款一案就要有眉目了。对。到了，找到了。打出来。就是他，谢谢你，程行长。哎，应该的，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了，赶紧送市局吧。哎，唯一感到遗憾的，就是替陈一平感到惋惜。等案子结了，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好的教训，给我们职工多说说。您先忙吧，忙好了。好的，再见啊。考虑好了吗？想什么？一起走啊。哦，那个我想了，我考虑呢，还是是不是能够再等等，再考虑考虑。走不了了吧？是你老婆孩子不让你走吧？啊，陈先生，怎么了，婉瑜？哼，编呢？你在编呢？你不是特能编故事吗？不是，婉瑜，这些我都跟你讲过。陈一平，你真以为我那么好骗呢？你还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十七八九的小女孩呢？不是，我离过婚，有孩子，这你都知道啊。哼，直到现在你还在骗是吗？啊，我告诉你。我到过你们家，就是昨天。是我不好，我干脆告诉你。你觉得现在解释？还来得及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方法嘛，有两个，要么呢，你跟你太太离婚，以前说的事情照旧不变；要么呢，我到公安局去告发你。我可不相信你有什么遗产之类的。你呢，回去可以跟你老婆好好商量商量，用不着这么着急的回答我，好吗，陈先生？
还有，第三个方案，钱嘛可以平分，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。你说呢，陈先生？目标已经离开酒店，盯紧了。陈一平进了对面的一家小饭馆，他老婆也在里面。佳佳，谈的怎么样？咱们的事儿，他全知道了，知道咱们在骗他。知道了，那他又怎么样？他说要到公安局去告发他。这个女人，你看着她挺柔弱，其实狠着呢。当然，她还说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让我们离婚。那就离吧，咱们可以假离婚。开玩笑，不可以，绝不可以。我再去求他。别去了。你认为他真能把钱给你吗？还是我去吧，我去试试。两个女人之间说话可能方便一些。公安局的蒋涵已经盯上你了，又需要钱来赎，你的一个肾又没了。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姓杨的。去求他，实在不行，我给他下跪。一平，你先回家去，在家里等着我，啊？不，我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等你，就在这儿等。这是戴威给我的50万，说是给我治病用的，但我知道这些钱是从公司里偷出来的。是从银行里偷出来的？阿南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应该感谢你，这是我们找回第一笔丢失的财产款，
你应该离婚。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关键的是他现在在哪儿，我怕他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。他要是真的跑了，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，怎么办呢？不管他跑多远多久，我都会找到他。安娜，其实他只是协助犯罪，问题解决得好不会等多久，他这样跑下去反而会害了他。那你告诉我，如果他自首的话会不会减轻罪过？他是自首有立功的表现，肯定对他有帮助，你相信我。那好，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他回来。什么办法？你让我住医院，就说我病危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出现的。我知道他对你的感情，这样做他能回来，可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会理解我的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重要的线索，他说玉青青很可能躲在家里或者公司里，你觉得咱们有必要去查一查吗？嗯，反正复查一下总没错吧。查，没准能把他查出来。你带人去，没什么收获马上回来，我估计家里今天可能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啊。好，抓紧行动。我的预感没有错，那一天真的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也许当后人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相信，但处在当事人的位置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。你找谁？我找一下杨小姐，她在洗头。我有急事。那你请进吧。里面请。您贵姓啊？我姓戴。您稍等，我跟杨小姐说一下。
就是杨小姐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陈一平的妻子。啊，陈太太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陈太太有事情商量，对吗？你不方便听。刚动完手术，不方便是吧？我来帮你洗吧。杨小姐，我今天来是来求你的。我女儿被人绑架了，急需要用钱。我要是不拿钱去赎我女儿的话，我女儿的命就没了，所以我想把那张支票赶紧取回去。哎呀，看来呀，你们真是一家人。你看，你丈夫挺能骗人的，你也挺会编故事的嘛。杨小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丈夫骗了你，可我说的话是真的，我女儿真的被人绑架了，真的需要钱。杨小姐，你就帮忙吧。这样，我问你吧，我跟你丈夫提的那个事儿，你们回家商量了吗？行，我们两家各一半。是陈一平吗？我是说钱。这样吧，陈太太，你呢也不要在这再纠缠下去了。我给你两条方案。第一条呢，你回去跟你丈夫离婚，要么呢就一分钱别拿走，行吗？杨小姐，你就救救我们吧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给了你一个肾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一平给了你一条命，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一条命？你知道，我们两口子弄这笔钱，把命都快搭进去了。你看我们家一平有多可怜，杨小姐，可怜可怜。是不是陈一平可怜吗？陈一平要是可怜的话，他怎么可以挪用国家的1000万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纠缠下去的话，我就到公安局去告你，可以吗？杨小姐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啊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你给不给我钱啊？啊！我问你，你给不给我钱？你今天一定得把钱给我，我女儿的命就攥在你的手心里。你得把钱给我。我说，你精神上没问题吧？啊？这不是精神病医院，我告诉你啊。你回家跟你丈夫商量去，商量好了答复我，听清楚了吗？你给不给我钱？跟你说，我请你现在回去，我非常的不舒服，听清楚了吗？你给不给我钱？听清楚了吗？你给不给我钱？你清楚了吗？你新的女人，给我钱！给我钱！给我一万！给我一万！我叫你，你把钱给我，给我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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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，
老人讲，一个男人一生中的成败功过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身边的女人。他们用来形容好女人的词，大多是贤惠、悠懒、豁达、忍耐等等等等。反正我理解的好女人，是终生心思扑在自己男人身上，默默示弱、辅助，期望自己的男人好便是自己好，这就是中国的好女人的概念。2003年元月，我碰到了一个符合这所有概念的中国好女人，只不过她太过于典型罢了。目标已经出去了，目标神色不对。我上去看看。好，明白，我去看看。目标没和陈一平会合，他没有去见陈一平，直接走了。我们是不是跟上？要出事，快走！谢队，找你队长。陈工、张卫健，都在现场吗？都在。不好了，事发突然，陈一兵不在监控下。到了再说，江城。来，张卫健，你们封锁饭店的所有入口，5分钟以后我们就到。我怕晚了。
后来我一直设想他那时的心理，我知道那一定是他一生中最为挣扎的时刻。如果他也有可能打开陈一平的抽屉，看到他的日记，沉浸在陈一平关于魔笛的感受中，他可能会更加贴近和了解这个和他生活了十几年的男人，也能使他这个人生中最后的一小时相对平静些。可惜他从未这样做过，这就是女人，她能敏感地监督身边的一切，可能对她这个家园、对她的爱人、她的孩子造成伤害的入侵的细节，动物般地保护着固有的一切，但是往往忽略身边最重要的大事。婚姻后如亲人般的两个人，真的就是相互了解了吗？还是就让他的人生最后的一小时在挣扎中度过吧。从小至今一直认为世界上只有两样事物搞不明白，一个是中国以外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女人了。我身边存在的女人有母亲、姐妹、妻子，她们宽容、伟大、坚强，但是他们身上总是存在着一些男人永远不能理解的奥秘。男人和女人好像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两种动物，在精神上永远无法相互沟通。女人内心的狭隘、猜忌、自私，对我来说也是永远研究的课题，或者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去研究。戴佳无论作为罪犯还是作为陈一平的老婆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作为女人，她所做的这一切在我这个普通的中国男人眼中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的